一个鸡一个鸭在那个车后面，在车尾箱后面，那个袋子挂在外面。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。后置发动机啊，可能是怕那个放在车里面闷死了，所以挂在车外面。上高速，佢冚住佢做咩灯嚟噶？刹车灯同埋转弯灯。白色嗰啲嘛？倒挡。转弯灯冇，冇车灯。好可怜的鸡啊，好可怜的鸭，连座位都没有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